新北三重来看看，有一位修炼泰国秘法的师傅，据说他跟神鬼能通，他听得见神鬼在跟他讲话，而他小时候也历经过死而复生的故事。再来，我们给您看看他拿手的一样叫做桃花秘法。而在施展这项法术之前，据说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空间当中才能进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法术能让心仪对象拜倒在石榴裙下？据说这项顶级桃花开运术是来自泰国神秘的力量，真有这么神奇吗？类似的泰国法术其实各地很常见，却独独这里是关灯进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内做法，气氛格外神秘。据说降价施法的大师傅生前是盲人，特别不喜欢刺眼的光线，所以才要关灯做法。那不明的团体你鼓励德罗汤库巴阿赞，神坛上供奉的神像就是信徒口中的大师父，又被尊称为鲁士爷。其实所谓的鲁士就是古印度的修行者，他们有108种不同化身，一般都会用一个戴着帽子穿兽皮的老人所代表。这些神通法术据说就是阿赞铁木尼在死而复生后开天眼后快速学到了法门，而他后来回想发现，把他从鬼门关拉回人间的白衣老人就是泰国民间信仰的鲁士爷。